我要一个柠檬派。那要跟他们讲。那谁呀？不用管啦，小学爱人哦。先生你好，你要剪头发吗？那个是你的老板。不要动！这个贱女人诱拐我的老公，你快把我杀了他！干什么？你要抢劫呀？你可能是这世界上最后一个听到我讲话的人。我想见你。我要开始减肥了。我请你讲详细，到底是什么问题？我请你讲详细，莫放阮孤单一个，莫亲像好心迄款规工死计，目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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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咧。哎，你这次减肥减几公斤啊？我不晓得啊，可是我觉得你好像有点胖回来了耶。不用再活下去了。我以前都以为爱情是没有味道的，现在我闻到了，非常的妙。欢迎光临，请问要点什么？哎，我请你吃蛋糕好不好？今天是我生日。